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拼的不是只是为了我们，我们不是自私的人，我们拼的不只是这代，我们拼的是世世代代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子孙，我们拿不回公积金，我们也要我们的孩子拿回，我们要我们的子孙拿回。如果他们在这里举